今天我们用一个最新的 Hover 哈佛X1 相机，掌上相机，就是可以掌上飞行相机来拍我们的星空直升机的贝尔429的那个直升机。你玩过那个使命召唤吗？使命召唤的那个大 boss， 然后他们拍的时候就有两个这个无人机跟着他，就未来科技的一个摄像头，然后用它和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个直升基地是什么样子。然后你看我们怎么起飞，按一下就可以这样起飞。好，然后他就会看着我，啊，看着我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用他的视角来穿越我们的直升机，走。啊，哎，不错啊，过来。来来来，然后我们还带着这个小玩意儿来做一个双机镜头，我都不知道看哪边了啊，好有意思。这个是直升机最危险的地方，我们不能靠近啊，起飞的时候讲业。然后啊，可以从这儿可以看到整个直升机的样子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驾驶舱。这个里面就装了一二两台全景相机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拍到今天夜景的样子。好的，收工。